做到非常。
但是伫即个时阵呢，即、這个爱上丘比特，通常拢是一代人以前做伙写出来，对啦。一代拢讲写人以前出来，咱慢慢对症咧。哦，但是到底会去中着天机，来去中着这个天机？若写着天机的人，产生爱的火花，啊，若是有产生埋怨。Thank you。
老爸身为讲就是二少，二少这吼阿嫂而且。对不起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恁唔通甲我笑咧，啊，徛伫遮咧讲古，你嘛硬唔捌，只有你写两句。哦，那么咧，这就是咱世尊甲我，我唔是叫你放下，你听着未？我是叫你放下了着欲金，哦，内个欲色，甲着中个这个啥咧？哦，甲着中个这个。欲金，那么呢，甲伊了着这个欲心，哦，叫伊放下了着心欲的这个物件。那么呢，包括着一切内底伊的啥，伊的执着、甲心态啦，是咧叫伊放下这个物件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咱伫这个所在，咱爱会当来学习，爱学习放下。哦，咱若无学习放下，这物件呢？永远伫咱个心中个，咱会感觉讲啊，非常个即个啊，无自在，自信上个嘛，感觉讲非常个无圆满啦。那个再来呢，就来讲着即个啊，孙悟空个大战红孩儿，伊咱拢讲斗智无路，天公看着好啦。哦，那么呢，来讲着即个孙悟空大战红孩儿啦。那伫即个当中个，伫即个两个在对打个时阵，即个红孩儿。伊来制出了着八轮魔窟，哦，制出了着这个八轮魔窟啦，哦。这个八轮魔窟，那么这个八轮魔窟呢，一个制出去了后，无法度让自从这个孙悟空解脱的，哦，无法度。那么伫这个时阵安排伊，那制出了着。那么这个安排里呢，这出着这个空气苦了，一日坐上去了，一困就把这个孙悟空给吐掉。那么呢，孙悟空叫这个空气苦吐掉，伊会一直吐，结果呢，这个空气苦是愈困啊愈爽愈寒，愈爽愈寒。结果呢，这个孙悟空出一个那修罗啊，抓飞出去到33天外。去碰到迄个刀刃伫遐咧面边啊，去甲撞着啦，哦，飞出去了去碰到刀刃咧，啊，伊就一方面甲这刀刃啊，哦，失礼嘛，对不起，啊，一方面就是咧甲刀刃求援助啦，哦，啊，就讲伊交安排伊咧进，啊，啥物进，伊这个刀刃啊，笑笑甲伊讲，伊讲哦，这个安排伊做出了着这个八轮魔窟的时阵，为啥物脱离袂了？因为你无放，无即个酒色财气贪嗔痴慢，因为你无即个放无啊，所以即出个八轮魔窟脱离袂了。那么为什么即个空气苦一日坐出来了后，你就随叫脱掉的？因为伊讲你的心中内底有啥物有好胜心。但是都感到这个是一种的表演，就是一种的使命，就是一种的职业。
叫我的名，请恁叫我第一名。但是安尼，不行咯，不能这样。哦，那安尼呢，只有安排正式的公，这个公鸡公对不起，一下子刚刚好。那安尼呢，以咱的内心当中的，咱就无法度达到圆满。所以讲呢，咱爱回光返照。哦，伫迄个时阵呢，即、這个人甲我讲，啊，你会当安尼，哦，你会当把你平心静气，哦，啊，清净恬静，啊，回光返照，哦，回光返照，哦，那么自然的恭喜可得达到。所以讲呢，即、這个孙悟空教育哥哥伊的交代，哦，平心静气，哦，那么呢？啊，静心片静以后，啊，回光返照，那么这五天功贴一个，都啊化落去。所以呢，伊这个所在呢，有底下一句：回光返照，谁会放下自在？那你得爱会放下自在啦。咱若无放下，咱永远无法通自在。吼、哦，永远呢，会只有一个五天功，还是一个八路罗波呢，甲咱克服。啊，安尼呢？感觉讲，当然，伊这当中会真真辛苦，吼、哦。那么呢，咱再来第二，就是讲伊积极上，积极，吼、哦。伊消极，消极就是讲咱一定有啊，我一定有，即有了着即种的代价啊，有即种的无前进啊，所以我用方法，这是来方法，吼、哦，这就是用方法啊。那么第二是积极内底，吼、哦，雕磨自信。本愿力的境界，了无自信，本愿力的境界，那么咱有法度去体会啊。咱的自信本来是沿道而共足足的自信，那么呢，咱来气气本无，那么恢复了着这个本有。比一个呢，咱的心若无了着贪嗔痴，哦，凡愚不正见的话，咱再来去学一个方法甲方法，刚来，很变啊。哦，所以讲伫积极上的当中，咱来雕磨，哦，雕磨咱的自信本来是光明正直的，咱来安怎呢？咱来在诚不染尘，在地不染地。虽然在这个部落的环境社会，那么所接触到的这个人事物的当中，咱唔通近朱者赤，唔通近墨者黑，保有着咱本来伊的一些光明。那安尼，咱敢爱去？哦，心都无啊，敢爱去学方法来搞方法，就不用了，哦，都唔免啦。所以讲，伫你这两个方法内底，咱再用对一个方法，用第二个方法，哦，用第二个方法，因为咱本来自性的清净，无碍嘛，无贪嗔痴爱，哦，那么呢，无不正见，无怀疑不正见，咱本来就无这物件。咱唔通伫世间去沾染这一些，哦，就是会当二六十拢保有了着，哦，一些观念。那安尼呢，咱唔免阁用第一个方法，哦，阁来学习更多的方法，即个足侪道理，是学足侪方法，就是要互我好下，互我来自在就有用了，哦。所以讲呢，咱要平步自心，咱一定。我就是用消极的方法，那么爱社会放下，爱培养好啊，唔通常常把好的歹拢放伫身躯啦。咱讲真正安尼讲条，放伫心肝内底，困袂去，食袂落，敢是安尼？咱来电视看看咧，吼，想讲来困啊，结果拢常常咧甲想讲，边样电视做啊，那你敢困得去？困袂去啦吼，你嘛在来看见就咧困啊，茫去想，去想落去吼，到明仔载天光咧就困袂去。因为咱的心中有阴暗，困袂去，自信失去了就光辉。你讲咱以后要当达到无界，清净要当达到超生了处是无可能。在咱的人生当中，在咱的内在的这颗心，咱永远拢是在阴阳的。那安尼，咱无法度达到了清净无界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咱哦，要如何平复自心？第一，就是用消极。哦，第二就是用积极，哦，安尼咧自然而然会当平复了了咱内在的心，哦，好好的心，一切的心，哦，一切诸诸事因缘，拢有法度平复。所以讲咧，我爱。
爱相思呢，吼，伊甲咱讲，讲即心凡事不达，不摩尼诸佛，吼，摩尼定慧因，相修彼诸佛，吼，相修彼佛。那么呢，即句就是讲，彼诸上正念诸佛。哦。
但是讲咱的孙悟空的伫这个所在来定修，哦，那么咧也要定修修的，到最终咧，伊修到迄个地府的啦，哦，地府啊，归空去了，关寂了后咧，修到迄个地府的人咧，感应着伊，所以来批着这个遮天大圣的地咧，也甲供奉着对啦。那么咧，会使讲伊的庙会咧，哦，伊的庙会非常的兴。天多分对啦，哦，当天够济啦，用电够济啦。那么有一单咧，有一只狗，自从了了这个啊，这个孙悟空的这个，的这个啥嘞，土所雕的，的这个神像来放伫边啊。啊，伊去坐到迄个所在，哦，坐到所在互人拜就对了。哦，啊，伊逐天咧享受着这个优惠，搁有人来甲拜咧。唔过伊有咱经常会当溜出去，溜出去就溜出去，走到伊位，走到伊面边，哦，落去伊阿咧看，哦，你看到这人，哦，你也看到这人，哦，伊个爱情啦，啥物咧，啥物咧，哦，来遮拜拜啦，啥物咧忏悔个啦，啥物咧求平平安、求保庇个啦，哦，伊听听到哦，这人哦安怎、安怎好，当伊就去甲咧交爹交孙哦，就安尼伊阿咧讲笑话就对啦，讲这人哦实在安怎、安怎安尼啦。哦，啊，这其他这这高爹高孙的讲，哇，你干哪样？不怪人家，伊娘讲，迄个迄阵是假，哦，啊，我这阵是真的，我怪人家伫遐，哦，我会永远伫这个所在，哦，会永远伫这个所在。所以讲咧，伫这个当中咧，伊就有讲，伊向伊个高爹高孙，我讲，人就是安尼。迄、那个人有一种个人啊，吼，有一种个特性啊。伊若甲囥一块衫落去，也伊就拜他。哦，囥一块石头拜他，囥一块叉布也拜他，囥衫也拜他，这就是咱人个特性。无咧甲穿衫落，倒来甲囥一个物件，伊就甲王爷公妈做伴，就专门两礼拜。后手手头讲啥物讲啊？哦，这就是人个特性。所以我伫遐，伊无甲当作是，伊无想讲只搞甲唔搞。正个底下吼是坐着来真正一个，因袂去看，哦，因袂去看着讲，伊迄个是一个真个假个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咧，变成就是讲，伊个眼中内底，当然是去看着迄个偶像，哦，去看着迄个偶像，都囥伫遐去，囥伫走落去去甲拜山，是干看迄个偶像尔，但是看这个偶像，既然是一个偶像，伊就是一个假。但无讲是真还是假，所以讲咧，咱拢在看着偶像，永远做袂着咱的自我的形象，敢是安尼？咱人就是安尼，你修行的人，伊就是看会着自性，敢是？咱今日修的是咱的自性观念嘛。为人好，啊，恁若要做，恁去做，就我带来地府，伊就是拢都崇拜着这个偶像，敢是？就看着我这身躯尔。我人食好做天客，出门徛头梳得，伊会感觉讲伊人生圆满，因为伊家己看到这个偶像，把这个身躯哦穿到水水哦安尼尔，伊无看到讲自信哦，伊无看到咱内底一种个秘密，所以这句话内底哦，眼中只看偶像，永远找袂到咱家己的这个偶像哦，而这个自信分，所以讲起咧，对有了解这个相来讲咧。也就是讲，咱的心，你有甲主动，甲无甲主动。咱的认为心重要，当然你会主动在这个身。你若讲自信上较重要，你会主动在自信上。哦，所以讲呢，这个是咱心啊的这个关系。那么呢，这个肉体呢是土水火风，那么四大加合而成，是一个万重区啦。但是，这个身躯是一个万重区。万丈枯干是，较早无火种，啊，这身躯用伫台银无银内底，敢会生虫？会嘛吼？那么咧，一身躯咧，拢干咧过这个假，自信去吼，失去着光明。那么这个假搁无，自信搁无光明，那安尼当中咧，伫人生当中又搁有啥物？吼，咱会当真正老化了变啥物？其实咱无法讲老化了变啥物。所以讲咧，咱吼虽然。这个肉体，吼、哦，是会当予咱伫人生过得非常的自由，毋过伊是一个假。
咱毋通用假认真。咱若用假认真，咱就会产生着得失心，吼、哦，那么呢，就有一个妄想甲执着，那么就会产生了就一种的这个痛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呢，咱来认为这个身躯啊是一个假，到最终呢，伊会化水为幻，吼、哦，会化水为幻。那么虽然是安尼，咱来用着无常心来化作有形的利益，用咱这个无常的自性啦，吼、哦。无常的这个身躯呢，吼，就讲用咱的假体去生存咱的里面，咱真要成功了凡，咱敢爱去搭帮助道，敢爱？爱。爱啦吼！搭帮助道，咱爱去度人救人，拢爱用着这个身躯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呢，用着这个无常，反正的身躯呢，来换着永恒不变的这个里面，吼、哦。但是在咱生活当中呢，咱就唔过于。着重于外表，咱若着重于外表，就是要把咱的外表顾好着。但是咱的内在无真正真修实的，你的外在佮顾到外好，到最后呢，嘛无法讲达到了伊这个心，这个清净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呢，这个肉体就是四大家嘛，是一个万中。吼、哦，那么呢，伊心经内底甲你讲，不干你一些心意。吼、哦，那么伊的境界。这个所在，伊嘛是甲咱讲，这拢都是一个假象而已，吼、哦，一个假象。所以讲呢，当初呢，伊就甲咱讲，无爱初心，无妄初心啦，吼、哦。那么呢，当然这个身躯，吼、哦，这个身躯呢，已经压了这个身躯。那么这个身躯来到这，够艰苦，我艰苦，做嘛艰苦，但是有钱也艰苦，无钱嘛艰苦，所以压这个身躯，就是已经。就是变的，所以咱过去性的身份，讲这个人生就是一个苦海。啊，但是咱今仔行到这个身躯啊，咱也未当无甲圆满的，哦，咱也未当无甲圆满。所以讲呢，虽然是人生伊的苦，不过嘛就是咱咧成就了着佛道，那伊的心，哦，有咱就爱用着这个身躯，然后呢来照个修真。哦，来完成了咱这个慧命，会当达到了这个方法。所以，咱老子讲来讲，我爱初心，我还初心呐、啊。哦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，咱必定爱用着咱的真智慧去甲做一个体会。安那无，咱拢总是用于这个哦，永远我当存在。那安尼，咱到最后，伫人生内底，咱又搁是留下什么？那么青春不留白，人生不留白，哪里咱是留下什么？哦，所以讲呢，这其实在咱修道当中呢，咱一定爱用出伫咱的智慧去甲伊做一个思考。所以讲呢，咱若无法度能透视，哦，初心必是烦恼痛苦，那么哦，伊的本就对啦，哦，也就是痛苦伊的本啦，烦恼痛苦是本。咱若无法度甲释放，逐天就是为着这个身躯咧烦恼的啦，啊，为着这个身躯咧烦恼啦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身躯咧，伊有了着种种的烦恼，就是因为咱的生活，既然这个身躯，咱嘛来到这个世间，有了着这个家庭，啊，自然就有这个生活需求，有了着这个生活需求，伊自然而然的，伊就会产生了着烦恼。会产生了这个痛，哦，因为了着这个心呐、啊，拢总是甲当作是我，因为了我，因为有了着这个我，就有执着，哦，有执着就会产生烦恼。那么呢，就会产生了着这个。这个是因为有了解咱这个话，有了解这个话，拢注重这个心呢，甲当作是一个我，无认心为我啦，哦，无认心为我啦。哦，注重这个假，甲当作是真的，甲宽待。
因为咱无当认识，无了解有神经的关系，所以讲为着这个心来产生诸多烦恼痛苦，我理想内面我，哦，这我的，哦，这我安怎，我安怎，拢把家己这个我的来固化理想的好，所以在伊这个所在，在产生了这个烦恼痛苦，那个真的，咱看到这个是真的，咱看到的真我，就是咱内底。双脚斜万里路，双手万里路，也即真正有心。咱一定要去看到迄个路，咱今日去落去未知的迄个真物，咱今日不可能坐伫遮哦。所以咱就去肯定着迄个，要让伊到圆满，倒转去到着原点。那么唯有就是爱修身养性，修心养性，到最后拜到明心见性，哦，拜到灯光圆满。啊，那无咧，咱一定。我拢甲思考，就是讲，伊伫这个位置啊，嘛好啊，忝解，做工过吼，啊做甲忝解，那真正足忝万苦，当然爱休息，爱休息，哦，啊那无，有当时啊，这个心还小甲磨一下，哦，虽然是做工过，当然较忝，较无闲，较忝，但是下大家话，咱的心不爱甲磨过，哦，爱甲磨过，安怎讲呢？因为咱即个是圣缘相修，哦，圣缘相修在心，哦，在心在缘，阿要先天阿要后天啊，咱唔是无后天拢修先天啊，哦，所以讲咧，咱若无借着机会来了缘，无要暂时有时间啊。你看哦，我今日做甲天界好过来，那么大家心情拢有滴好天，你袂拢无来啊？那么咱家己变啊心情，啊你着有变啊会好变。所以呢，该修呢，哦，咱一定爱照这修，真该换，什么甲换呢？一定爱换，哦，唔通惊艰苦啦。咱伫道路内底行人生，行麻烦，行艰苦啦，我们要成就是有困难。哦，只要可以，会当，哦，会当承受的范围，咱这是下天一定爱到大，啊，若无，咱我讲去了嘛。所以讲呢，咱有了着这个心，当然会产生了着这个烦恼。自然呢，伊就有了解这个心乐地事，哦，有了解这个心乐地事。那么呢，伫这个人生当中，心理上有了解这个迷惑，那么呢，伊来养着了解这个失望，就是这个失德因，哦，那么呢，用这个妄言其语、妄切、妄色、有贪嗔痴，那么其实这物件都是妄言真知。那么这也是因为咱无当思考这个心，哦，无当思考这个心呢，但有了解这种的这个啊，这个痛苦的。咱若无当个思考，当然咱会当好好来利用这个心，好好来利用心来照顾心经哦，好好利用我心骨，把这个家庭建立好势，把咱的功德建立好势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咱来关怀、着重这些，当然呢，咱们才不想包庇呐。哦，那么到最后嘛是化罪为福啦。啊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来讲到一个典故，也就是讲伫这个啊，屠格涅夫啦吼，屠格涅夫啦吼，伊这个人呢有一篇的这个散文。哦，就是写的这个普，我念过，普罗，哦，普罗啊，吼，因为我捌上这个，我个名字哩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呢，伊就有写，伊讲，伫一间非常豪华别庄啦，吼，哦，迄别庄可能有哪，不难记个，最近呢，啊，我昨日看到报道，伫马来西亚有一个好嘢。开1400做一只船，你只船世界进世界上界好看，用金银财宝，哦，可以礼拜了哦。那么你这间户外的庄内底有足济，那么咧新书甲俗语，哦，新书甲俗语来讲咧，会使讲是一个啊真正贵族的人就对啦，哦，大家会使讲风度翩翩啦。哦，安尼水个有够水，烟有够烟，哦，安尼会使讲风度翩翩。那
时阵呢，这个污染呢，污染就是在讲污浊就对了吼。这个污染呢，伊夹着一支魔杖，哦，夹着一支魔杖呢，来标一个名，煞所有这神事俗语呢，本来是会使风度翩翩，不过标一个名，变成呢，伊会这个头前这个面，哦，会把人打的，来显露出了着什么？显露了着伊会不死人头前。那么伫这个所在呢，也就讲这个魔杖，就是咱人的地位啦。哦，这个魔杖就是咱人的地位。咱用着地位，咱有法能去识破这个身体在世当中的其实。伊就是一个非常短暂的而已，它不是一个永远。哦，所以咱一定要甲渗透，咱来建立信心。所以才来讲，现在人在心地人无嘛。哦，咱自身当中若无这个良心，其实嘛无法度咧，通永远存在。所以讲咧，伊就是因缘而生，因缘而灭。所以讲咧，顺义皇帝咧，伊当感叹。以前生我随时我，生我之之后我是谁？将来生灵通知我，合家的无恼又是谁？不如不来亦不去，亦无烦恼亦无悲啦。哦，所以讲呢，这就是咱顺治皇帝呢，伊的感叹，哦，伊的感叹。所以讲呢，伊当留下了着这部的这个出家诗，哦，留下这个出家诗。那么。再来呢，咱就来讲着万观其物，不如其物，哦，万观其物呢，不如其物。那么呢，伊这个所在呢，万物哦，拢是缘起相通，哦，拢是缘起相通。所以讲呢，拜佛不如其物啊。来讲一节，看会到物件，敢是无中生有，敢是？哦，伊有诶进前敢有，就是无嘛。哦，那么呢，伫迄、那个无中生有，那么有中还无，到最后敢讲嘛是无啦吼、哦。所以讲咧，伫即个现象界内底，一切物件拢是生，拢是迄个无中生有。那么呢，咱爱了解无中。有中还无的道理，哦，爱了解着有中还无的道理，唔茫去甲伊执着啦，哦，唔茫去甲伊硬，唔茫去甲伊遮啦，唔茫去甲伊斗啦，即种的到最后，啥物也是拢无。伊因为安尼的自信最多，所以讲呢，一人一定爱去甲伊体会。所以讲呢，伊即个五思文。哦，都讲不是无尽物啦，化作春泥变荷花啦。哦，也就是讲咧，咱这个豆花，豆花就是讲咱只花，啊，伊会使讲是生甲真水呐，哦对无？啊，但是花敢会谢去？啊，敢会落去？会啦吼，这叫做豆花，不是无尽物。哦，不是讲伊就是一种无路用的物件。哦，不是讲伊就是废物，不是讲伊就无路用的。伊个人生内底有开始，就有结束，有败。所以讲咧，国花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的国花。那么这就是伊一个循环嘛，一个循环，一个循环。那么咧。世间的物件，对土人生的，那么到最后，敢是化水为土，敢是，这就是伊一种的法则，这就是伊一种的定数，哦。所以讲咧，伫世间的物件咧，伊是成住外土，哦，伊是成住外土，亲像咱每一单的春夏秋冬。哦，伊这就是一个循环嘛，一个循环。啊，这就是咱伫世间的内底，都永远存在。所以，伊到最后
阮把帮我穿啊，哦，因在积在千万贯，运作金石玉银山啊，哦，这是咱师尊的，伊甲咱讲，那么万叫咱的爱当伊甲体会，人生在世，阮有限，当然是上当的有限，不是无限的，哦，因为个人的因缘无同，所以讲的，伫人生的本来就是。那么呢，人难返，难返，人难返吧。哦，咱人呢，你会当食一百担，咱来去了解是一件困难的代志。哦，如果呢，咱来，咱东河川，咱拢食多一百碗的时候，咱想着千年的代志哦。这叫做啊，天下无不是庸庸之老之，是咱要小心。所以讲咧，伫遮师尊甲咱讲，吼，咱若要食一百个，足困难啊！咱来去体会，吼，爱把握着这个当下，吼，因，吼，因在钱财，如果伫这个世间咧，有了着这个钱财是千万贯，千万贯，伊个运数真实啦，吼，就是讲伊个运数，咱讲咧有来有去嘛，吼，有得就有失嘛，那么咧就是讲。伊世间虽然咧拥有了着哦千万的这个钱财，不过咧到咱眼前的时阵，那是钱无去，就是咱人无去。哦，那么咧到迄个时阵，啥物就是无法度能够运转。哦，你搁拥有较济，嘛的确是一个问题啦。所以咱常常讲的，哦，那么咧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东篱落，尽是枉然。哦，万里长城咧到即马个地咧，万里。过去是金丝猴所建立的，哦，那么晋虽然万里长城搁伫个，唔贵个人已经无去。那么这是咱的人生的写照嘛？敢是干那金丝猴尔？不是，每一个人到最后拢总是安尼，那安尼呢？伊在世，哦，拥有了个全家世，拥有了个天下美女，拥有了个阿丹宫，哦，拥有了个这个权势，但唔过伊的时间。基本的二十多单元，那么咱的人生内底拥有的安尼嘛，只有是二十二个。那安尼嘞，咱如果我当去甲四个土看得破的话嘞，那么咱人生拢总是吼无味在这有形有相的东西，最后嘞嘛无法度去得到相。所以讲嘞，有一天嘞，一个师傅，阿伊就带一个小沙弥，吼，阿就爬山了，吼。因为较早时阵拢去青山古道嘛，啊有一个小三伊从细汉的时阵咧，都翻土土去山内，逐天无顾身种快就是，毋是山就是溪流嘛，哦，所以讲咧有一天师傅咧就带伊倒到城市，伫因山内无啥人看，伫城市内底就无同个，敢是安尼？哦，像阮住个村口较无人看嘛，若你台南市甲高雄市可能会看袂了，就是因为这个啦吼。那么呢，这个小三米的吼，伊个足好味的嘞吼，我伫阿咧看看看，明年阿讲像咱这囡仔若出世啊，若可以分无同个所在，伊就伫咧上啊，敢是？伊伊捌看到，吼，阿伊足好味啊。这个小三米同款的，伊就伫咧看，似乎呢，一介绍，伊也来看伊头壳甲圈一个，看三米对一项是伊的。吼，咱各位真嘞，咱老客敢是讲咱的，敢是？嘛，对无？哦，唔是嘛，唔是讲政治，而且物件唔是咱的，你含咱到底物件嘛唔是咱的啊。那安尼的话呢，咱去家主导，伊都有相对。所以讲呢，伫马太福音呢，十六章二十六节来讲，引用断的、判的全世界，不归上甲全世界，有啥物益处？哦，那么人会当提啥物话的这个生命？哦，咱人会当提的是。哦，人会当摕啥物来换个生命？咱各位真个，啥物会当换个生命？啥物？很可怜啦吼！咱定来讲郭台铭，因太太五十几岁，不过好嘞，事业成功，身处台湾，离婚啊！不过因某五十几岁，已经离啦。哦，郭台铭讲，伊来当用尽伊所有财产，去换个因太太生命，伊都愿意。到最后，我换个，到有？无。所以人咧身边真多不舍的，拢因因因，其实世间就是安尼。
家来讲一个典故，哦，讲讲故事啦，哦，你意识就对啦。有一天呢，一个姑姑，哦，阿姨就是咧感谢伊的迄、那个伊的服务的人啦，哦，人讲伊讲做仆人啦，就是讲伊的使用人啦。这个姑姑呢，咧感谢的这个使用人就对啦，就甲叫来讲，哦，阿姨吼安尼对我吼，会使讲非常的辛苦啦，哦，啊，对我安尼付出真济啦，哦，啊，为着咧报答伊的恩情，伊来去安尼，哦。伊就下咧走，走来，伊坐一阵回来。天暗的时阵，你坐一阵回来。天暗的以前，你坐过去，土地拢过去啦。啊，各位姐姐，安尼讲好，哦，这使用的欢喜甲靠这遮平美的代志啦。哇，你坐一阵，然后我今日到的拢都破啊，破这使用的，到交通到交通的，你若我。我足够大个买个全部服装啊！哦，啊，若讲抢，我着下咧抢啊！伊上迄落地方，他都下咧走啦。你唔通上迄落山顶，还是上迄落海边咧？你走咧无路，迄你永远太无路。那有迄个机会，你若要走，你到时若是走，都唔得台南市。哦，安尼，其实这是咱台南市尔。安尼讲，但是迄阵咱就搞死。啊，这个呐，这个使用的呢，就咱像迄落，像咱讲较破啦。亲像个小狗真疯狂哦，一直走，我咧有变使用较济，啊，伊咧动作，讲那个狗也是大多啊天嘛，哦，即个狗甲讲，啊，你伫咧去走个只，拢归你个，啊，你讲好，讲好，啊，不过即个走个后面，你也甲想，一日然后为个要伊拥有较大个所在，伊走甲外向。但系到时个有够这种理念，伊拄好因为走一工拄好欠死。个王甲讲哦，交代人讲哦，讲安尼交代人去甲代代个，伊得偌济？啊，得着一块墓地啊。但是这块墓地经过几代人嘛是个王个关系，安尼到得着？哦，所以讲咧，你这个所在咧。一寡道理，咱一定爱去甲伊体会，吼，毋是讲门用命啦，吼，毋是讲修行人门甲用命，是讲吼真正修行比吼先天比后天更重要。这是后天变作我们的本事，啊，先天的加那个正气功德，是安尼吼。所以讲咧，伊这个道德经咧，第九章咧，伊甲咱讲，吼，了经一般道，不知因序啊。哦，不知因序啦。哦，当然咧，即叫一般路。那么，不知因序就是讲，因为伊毋是一个因法，伊毋是一个假存在。因为这物件是啥物咧？因缘在果，是五加六因啦。果是五加六因，就是有水、火、草、风。哦，啊，甲擦，哦，擦啦，哦，哦，把这个拆开啦，啊，来甲看，日本这届311的大来消，啊，你讲够，这个是国家的，可以外快出产，因为了解这个灾害了，讲够，哦，所以有甲大家讲哦，因不管如何去应对，咱无法度真正去解用伊。因为这物件，这是国家用的，不是因法咱的哦，不是因法咱的。那么咧，富贵哦，提高注意意义啦。那么咧，我咧来避免这个哦，人者凡客，因要关注目的因素，都会关注到哦。这是国家用的，哦，国家用的，是大家拢有机会哦。那么咧，有人较济啦。所以嘛，是一个因缘的，伊毋是一个因缘的，哦，可能咧有一天就无。所以讲咧，若讲因者以在发生啦，哦，积财富积德啦，哦，啊，就必然啦，用着这个钱财来做功德布施，建立了着这个功德，啊，嘛来发生，哦，予伊的功德会当真正增进。所以来讲，就是因缘生嘛。
啦，这是要教我死去要了我的啦。哦，就是伊囡仔若有心，不可以哦。囡仔若无心，有当时啊，咱倒下来，伊是规个拢翻起哩哦。哦，那么这道菩萨的伊有智慧，哦，伫我面前的时阵，我是把家己做好势。哦，所以讲即在不如即去啊。所以讲，咱东西来源的，当然老火灾，不可以讲阿是讲转去，阿甲做讲讲去。哦，啊，若囡仔讲好无心的，哦，是翻倒下来，即好，或者有危害，对无？我也当好好来翻。所以这真贵价嘞，伊离无外久，哦，摕一寡钱，因为偌济，我分袂讲，哦。那么咱这真贵价是啥物人？我慢慢讲，哦，袂得紧。所以讲咧，伫这个当中嘞，咱爱用这个机会，咱就是用伊对的所在，用伊对的时，哦。所以讲咧，咱爱啊，依在来发心，来做了这个功德。那么富贵离交。那么呢，富贵离交就是为人有快有势了后，哦，顺境了后，安那伊的气啊，妖气就出来啊，空得自在就起来啊。你下边甲看，下边那是有名，下边有钱有势人咧，你讲话就大声，哦，就空得就自在啊。那么呢，伊是低进不低下啦，低进不低下啦。因为了有钱好吃，得生一个功德自在啦，就是要展现。但是今仔想过来讲咧，后壁再甲你讲。哦，功成名遂，心得天自得。安尼倒是真正心情哦，哦，倒是真正心情哦。所以讲咧，咱一定爱会当真正啊，去甲伊做一种个体会，甲做一种个一个啊了解。啊，然后咧。咱的人生当中的到这个家，因为修行，那么呢，未当贪慕之心，甲咱知影人济，知影人济，知影人济，那安尼呢，到最后嘛是身败名裂啊！哦，所以说，伊是敌方不敌合啦，哦，敌方不敌合，他多少讲过，咱的钱，哦，咱的钱财，咱的货币，敢用，敢用个好势，唔知啊，有可能因为咱有钱，咱的囡仔变态。去大钓，去啉烧酒，去挥挥，哦，所以讲咧，最近咧，伊迄个五老发的伊个变故，也就是讲，咱的民风，伊先去读个电话号，福音，头家注重福音，一定好好拢关注政府，非常的，人讲安尼大安尼，伊讲我老王我的事实，伊无一定有法办法收得着，所以就规个好好拢关注政府。哦，最近有这大企业家，哦，伊捐一笔钱，不过伊这慈善机构，伊讲袂使留钱给国家。医生自有医生福，国为国生啊，国为医生动啊，医生有医生的福报啊。医生在讲老板的钱，啊，干嘛都会掉，别还的，别还的钱。所以在财政时阵，注重这钱，伊来建立个这个公益。要互伊子孙以后会大发挥，啊！若有去投资互伊，对无？我阿爸无即只钱，我即下开始
较侪个即个习俗啦。啊，咱个自然，咱爱会当去甲伊做一个啊，一个即个做一个即个啊体会。啊，若无呢，咱无法度呢，咱真正来到了即个关节。啊，那么呢，佫再来就是讲，以即个关节来讲，吼，以即个关节来讲个，吼，那么咱若无法度判断个地位。就可能嘅亲像了解即个电影，那么也就是讲即个欧洲，吼、哦，那么咧大家拢总爱看迄种啥咧，迄种足球啦，踢踢卡球嘅啦，吼、哦，那么咧有一家来举行嘅即个冠军，吼、哦，冠军赛就对啦，那么咧就开始咧踢卡球，那么踢卡球嘅时阵咧，大家人咧，大家拢安怎咧？大家拢总目睭注意迄个电影。注意天气吼，看有去用太阳。那么伫这个时阵，一个少年人咧，哦，伊就食烟，啊，无小心体温转去捂着，边仔小姐一条裙就掉啦。啊，这个少年就歹势，啊，歹势歹势吼，煞我诶裤边触着你诶裙啊。那么这个小姐咧，因为伊就是咧注意天气，伊我后壁落了边落了边，裙歹伊过来买就好啊。哦，啊，就解决啦。哦，安尼。那么咧，伊这个时阵后来咧，吼、哦，不管好，伊这个变甲，吼变官府甲无官府的官员，啊，伊这个小姐伊支持甲伊的嘛，哦，支持甲伊的，所以咧，注意甲伊的，一天伊的大好声，结果这个少年人咧，无小心啊，一支粉刷去甲捂着头毛，迄、那个头毛拢个起粉起就掉啦，但是咧，这个。这个少年家的，你甲这个少年啊，歹势歹势，怪我，你拄着你的头毛，你的头毛咧，咧微分才着对啦。小姐吼，唔不要紧不要紧，哦，头发歹，搁换一粒就好啦。伊我好，你注意讲你欠，我好伊支持你对，你食粉啊，你拍了就换粉啊你，哦，所以讲诶，这个典故来讲，咱的目睭就是叫外在一切的景，甲咱引导。咱的心皮脉，而是用目睭咧去看，主要注重在外在。所以咱若要避免咧，其实就是无法度。那么咧，要再来就是加观啦吼。这个加观用意念地面观察一切现象，该是因缘和合，吼，因缘和合，吼，这是一种因缘和合的这个物件。那么这个因缘和合的物件咧，吼，咱来。看准会死的我，哦，就敢若用心计划，比较好，因为呐。
拢是一个无实际的物件。吼、哦，无论咱已经思考伊是假，咱已经思考了去看的，毋过爱利用即个看假，拢总共款的爱甲伊变落去。吼、哦，毋通去讲啊，这是假，单独独在食，咱拢是空的，即就是这个看。那么伫心中内底，还佫无法讲达到清净，所以讲咱来体悟出中道第一义的，那么咧就是无有感悟，吼、哦，最后注重无有感悟，那么佫甲伊变目标，那么注重这个来落实生活，就是讲伫咱的当中，咱就是讲咱当保持个清净、尊贵、啊最好，那么所以，所以为理性、自然理性的，咱就会当达到。清净无碍，哦，所以三界义理的义空，哦，所以因公因来讲，凡所有相，那么该是义空，欲见诸相非相，哦，即见如来，哦，这就是讲，伫这个啊，这个家观、中啊、空观、甲中观，哦，也就是讲，伫这个心、行、物这三项，咱都有法度甲思考。哦，我讲个四果，伊就是一个因缘和合的物件，咱袂因为着这三项物件而产生执着，哦，产生了着妄想执着，因为咱的因缘拄不可得无啦。伊一个咧，咱今日做有钱，咱嘛爱想讲，我有一天会无钱个，敢是安尼？那有一天无钱去，咱较袂艰苦啊。咱若来认为讲，哦，我这正好点，我安怎要安怎？拢无你啊想讲讲，有哪会有无咧？你若拢想着有诶咧，到时若无会艰苦咧。所以人讲爱以安处理啦，吼、哦，以安处理。那么伫无好诶，咱毋通一时消停，嘛有一天会有啦。吼、哦，较认真较拍拼，吼、哦，但是咧，这三项物件，伊是讲因缘而生咧，吼、哦，啊因缘而灭，有上好，啊无也无要紧。咱只要会当好好来修行学道，会当健康平静，其实到最终的咱所成就的，会当是真的。所以净土经来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欲见诸相，非相；欲见诸相，一切吼、哦、一切诸法，虽然是有，但是咱袂去甲执着。吼、哦，用意不执，真理不分，思义不变。那么一点达到个叫做欲见诸相，非相。那么来一点出来，当下。但二六十方，拢都是清净无碍，袂因为咱个拢是分开，我安怎？袂因为咱个咱技术咱安怎？袂因为咱个咱功力咱安怎？因为世间本来袂发生个呀，咱不能当作是别事，只是讲咱来反观自照，该改变的就改变，该不用改变的，哦，是变出来，那么我们就比较在意的，那么也得懂它，不能让清净无碍。当下就是可以见如来啊，所以讲咧，伊这所在，哦，就是医书，清是这个最遥相处啦。伊讲要安怎如何达到了个清净啊？哦，那么咧，这个最遥相处咧，哦，伊个，哦，来甲这个医书做一个动作，哦，伊比以前好啊，比以前变啊，咱有话讲有声啊。咱搁有一个家己做一个，像遐只有声无？无。即支枕头啊，交起枕头做伙，睏做伙有声无？无嘛吼。好，那么咧，伫即个两支枕头啊，啊你来摩擦一下的时阵，敢有？敢有声？好，所以枕头啊，就是一个音。哦，是一个音。那么咧，你来弹动的是，就是一个音源。哦，音源好，但是你捏一个声，搁有作品就无去。有啦吼、哦，所以就是叫咱嘛去主导，伫这个短暂的当中内底，无论好甲歹，这个都是一个音源和合而已。还有地方，以是音声，外在的一切。就是讲，遮尔紧的，因缘而生，因缘而灭。所以咧，咱爱保持个咱的清净，唔通被个外在一切来甲咱影响。吼、哦，因为时间关系咧，啊，
你中办的，时代都好势就对啦。伊啥物拢无爱，拄好但爱伊中办的。哦，所以我伫讲就甲讲，你只要着找第一中办，就我讲起来就是讲就对啦。所以讲，即个小鬼就照即个我伫讲交代，无真紧就找第一中办啊。啊，佮伫迄个倒啊边的时阵，就甲另外咧哭哭哭、喊喊喊。哦，伫迄个时阵，真鬼讲咧，听到伊的中办咧。哦，安尼咧，伊啊轻轻站起来时阵，伊赶紧出殿，要去甲应一支玉牌的时阵咧，那么这个小鬼就伊啊拍破啊，哦，讲好好好，安尼吼会使，爱对伊倒转去内府归来。那么咧，伫这个时阵，这个金翠凤咧，伊当大彻大悟，大彻大悟，我千年的慧根，差一分啊，差一点啊，就毁毁坏在这支玉牌的内底。咱讲伊安尼真够机会。如果你只用着一项，不管大项甲小项，你就无清净啊嘛。哦，那么这个上师已经拢达到，啥物拢会当无碍。不过伊拄好家己互一支玉牌，家己做目标的。所以呢，劝我了后，自从迄支玉牌我当劝我话，伊即时去变变去，所以咱交牌了。所以呢，也就是甲咱讲。伊咱修行功德，无论好教歹，咱都一定爱想办法甲变度调理，唔通甲固定心念，吼，唔通伫遐过意不及。那安尼，咱个心中有物件，要达到千见万爱呢，就是困难的代志。那么最后做一个结语，吼，伊呐，伊咱拄好变成四分之一，我保证拄好加用十公斤的时间，达不到四十公里，吼，太神啊！那么咧，结句啦，那么来用个咱啊，济公师傅咧。啊，一条即个碳红瓜啦，吼、哦，啊会晓苗来做迄条无要因为这可能免解释啦，咱看有啦，吼、哦，感觉有啦。好、哦。那么咧，这公老师咧，伊啊一条即、這个吼碳红瓜，哦，咱来甲意会，哦，当代北方行西方，看见无心种碳，天也空，地也空，人生渺渺在。夜空，月也空，来来往往又何空？山也空，河也空，罢了多少尊严空。阴也空，阴也空，树火何尽在心中？车也空，住也空，风尘路上不相逢。月也空，日也空，所知一时分融。要行，要行西，要行西来，无行东。人生恰是采袂空，采一片海鲜袂少，好条辛苦一片空。哦，行亲行两三个步，凡亲不甲无个亲，将何主席主席输输用牌，便是三好一用。那安尼咱就变成啥？好，好，话在啦，一路者，你无形的就会少一步。所以讲咧，这是这个师父咧，伊甲咱讲的，伊甲咱描述，伊咱的人生啥地方有难，所以咱来放心，真正去修行法门，甲咱做唔好物件，咱一定来变唔了，唔通为着小可，咱嘛来犯上着咱的罪业，哦，唔通为着小可，咱就过意不去，哦，咱的心就会清净，那咧咱修行咧，就会使讲是愈修愈艰苦，啊愈修。但愈善，但是这个善不是做善的善，是当作善呐，安尼啦，哦，不拘的意思啦，哦，安尼就唔好。所以讲咧，为了叫咱咧为念，要互伊当早餐方便，先提高个即个，那唯有咱唯有咧放弃，要求一切，那么来先提高叫咱咧为念。那我阿弟现在讲到这个所在，现在讲个再讲一个，安尼讲听。哦。那么，各位希望咱会当慢慢自觉，
啊。